轮椅上是65岁沈月笑，手脚并用，靠自己坐上沙滩轮椅车，准备就绪，正式下水。光是泡水还不够，拿起桨划起独木舟。沈月笑患有小儿麻痹，能和朋友们下海同乐是他梦寐以求的事。圆梦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即马有设备安尼吼，会当常常来带耍啊。 一拖一拖，拖到远，拖到尾水里啊，透心凉。透心凉，好开心。而安全方面严格把关，不论独木舟或沙滩轮椅车，周遭教练全程紧跟在后，也让身障朋友感到好安心。如果讲会惊，安那会变安那，拢甲阮安尼足详细，甲阮安尼看到好势安尼啦。身障者要来玩水，很不容易的。 因为业者也会担心，可是他们的安全设施做得很好。天主教宗访几个到访。